饥饿三十的爱心艺人美心。那其实呢，距离这个倒数活动还有一个星期哦，所以我的饥饿勇士呢就可以真正的完成饥饿三十的这一项任务。那我觉得虽然说参与这个饥饿的过程很重要，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所有人是开开心心的来参与，然后也可以健健康康的回家。所以呢，这个户外的倒数活动一定要记得多喝水，然后准备一个愉悦的心情一起来倒数吧。